检查的。那是阿米啊！没有，变了外语了。哦，这还可以的，检查嘞。啊，这个检查都是这样。伊啊，拢爱拍拍。啊，对啦，伊只拢有对啦。哦。啊，变了，变了，没有，没去了，没去。我们是在这里吃饭吗？对，在珠海吃饭。哦，正好正好。因为正好出来12点嘛，然后就过去吃个饭吧。不然如果说去广州那边吃饭的话，开过去都一两个小时，到时候大家肚子都饿了。就是。而且你们早上坐飞机肯定都吃得不够好。那我们在那个坐火车之前，都是你带吧？对，我会送你们到广州那边的。那这一段时间还蛮长的了，一个下午。对，其实我们就是吃个饭，然后就去那个广州那边了，哦，就直接开车了，就直接过去了。对，对啊，也没有排什么行程。对，因为我们是5点的火车，是啊，这种必须要早到嘛，因为火车站哦，是人也多，对，一进站还得要半天，所以的话都得早到。
如果在这边要说排一个行程的话，我们可能就时间特别赶。就是就是，哎，奇怪，他不是还有一个什么横琴关吗？对啊，有一个横琴关。啊，他们这次怎么没有排从那个横琴关？因为横琴关它是在。